你这，哎，我得罪人的事情，我一般是交给你来做的。好，我看第一局。不是，如果蒙太奇赢了的话，你等会儿可以采访去问他。我去问一问这个问题，对，有道理。嗯。哎，这边是，哎，刚才有贼吗？有有有。那就是没萨满。有蒙太奇有萨满。不是，刚才那个字幕上错了。哦，字幕上的是德鲁伊骑士和牧师，跟我一样。对对对，好像可能刚才忘了改了。对对对，忘了改了。好，那我们就重新分析一下这个局势。是法师战士。这个解起来是相对来说，盗贼可以接受的，对吧？我还多打你一点血。对对对，这个贼应该是比较凶的。然后，其实我们都觉得盗贼打萨满，一般来说是盗贼优势。对，因为盗贼有这个剑刃乱舞，如果带满两张的话，对，清萨满的场应该是很容易的。而且萨满就比较，就贼怎么说都是一个比较快的职业，就萨满比较怕那种快的抢血的那种职业。萨满的恢复能力一直是个问题，所以现在的卡组当中才有加入了这个老师治疗机这样牌。对，然后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怎么说呢，之前我们本来以为这次盗贼是个比较弱势职业，但没有想到这次盗贼大家的发挥都还不错，所以我们就说职业选手该做什么。 对，该给大家找出这个职业在弱势的时候用怎么打会稍是可以接受强一点。 对， 对，这边应该可以用一个背刺去接了。哎，这是背刺接二一撞掉，然后接一个大师吧。对，接一个 Uni Penetrator。因为其实盗贼刚才比较普是五费的时候已经卡了一下了。对，也未必，他可以上罗塞布，如果凶的话。罗塞布的话，其实打萨满还可以，非常有用。对，但是更希望的是自己，比如说场上有两三个滴血随从的时候再往上拍，对，萨满会很伤。但现在也很伤，把对面的狼魂卡住了，萨满一下子就一。对啊，不还行，萨满这边也有罗塞布。就是你经常说嘛，对付罗塞布最好的办法就是罗塞布。对，没有办法。所以我自从听了你这招，我就跟对手对拍，从来不吃亏。因为只能对拍，你不拍的话就会非常，哎，这边一个蓝龙抽的非常好，否则的话。其实本来到底是要抢血的，你知道吗？现在他挺尴尬的。那个766打萨满还可以，如果对方没场的话。对。好，这边的话火元素是踹不掉的。这套贼外号叫魔风贼，你知道吗？就是风魔贼。风魔贼。对对对，五费洛塞布，六费那个叫什么，职业称叫什么，职业称叫加里，不是加里维克斯，还是好像，对，好像是加里维克斯，反正前面忘了，就是地精的老大。对对对，然后七费加那个颤悸者766。对，就是每一张牌你就不能用法术。对，萨满来说非常痛苦，就五费六费七费就这个。不过萨满这一轮我觉得还是扑吧，就是别上火元素，真的不好，对吧？火元素肯定不好，因为四血解不了嘛。但是扑的话呢，也有风险，也有风险，但只能扑嘛。你说，但是上狼魂下一轮就不能上火元素了。嗯。所以萨满是一个很尴尬，就打起来也特别麻烦的。对，你一定要算好费用。对，这是其实难度还偏高，这个职业。对对对，就新人的话就是有德鲁伊萨满，经常推荐大家先玩德，先玩德。是哇，还有三，这个真的是疯魔贼啊！疯魔贼，对，可以说对蒙太奇这边的猜测也非常准啊！上来用一套这样子的贼去克制萨满，萨满非常痛苦。血巨人壮汉，嗯，这个也说明我们选手。不单单是就是说只会用一些传统卡组在战斗，大家都会使用一些新奇的战术，才能更多的为自己争取胜率。嗯，他现在的话选择有两种啊，一种就是直接刀扇了解，反正但也不是很舒服。刀扇解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他可以猫头鹰接个刀扇啊，对，这个还不错，连解，对，连解。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上766，但是766这边火元素撞可以把你全撞光。对，就是刚好可以撞光。这么好？哎，不，火元素上不去。哦，对，对，火元素上不去。那他应该上766。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好一点。可能，对，因为你用法术解是，怎么解都是不好的。对对对。但是他反正对方也上不了火元素嘛，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也是一种啊。然后下一轮如果你战场不足的话，上766你就很难打了。对，你看这个时候这边要上一个闪电风暴，清场没有办法。那你觉得766和加里维克斯在同样吃寡的情况下谁合适呢？感觉还是766厉害，因为三五这个东西多一个战场对吧，总是好的，因为
加里维克再送人家一个硬币嘛，就硬币说不定还会有其他作用。然后都说有，比如说硬币石化武器、奥拉基加火蛇，像盗贼这种，有的时候就不奇迹贼可能不用，但是如果是随从猥琐的贼的话，场面还是最重要。他主要现在还是靠场面去打伤害的，是就直接靠斩杀的手段，其实并不多。好，现在就是上766最好时机，对。哎，他要上两个35，觉得不卡费。哦，他抓到两个是吧？嗯，那也不错。这也不错，这抢攻会，如果你对面用法术的话，就会很高。对，我先封你一个小魔，对吧？然后再封你大魔。就萨满现在的尴尬的地方就是在于，就是他狼魂不敢用啊，现在。就火元素接火蛇是能解一个是最好，但是就解不了，什么都解不了。但是费用不够，火元素要火，因为过载。对，所以现在只能支蜘蛛加古斯，然后强行战场。对，然后下回看有火元素接火蛇，看能赚到什么便宜就赚什么便宜。嗯，这样的话，下轮蜘蛛也是被轻松吃掉。这边荼毒乱舞全解了，那盗贼几乎就要没有机会了。对，这应该是。哎，这不荼毒乱舞吗？哇靠，这不好吧？没事，他想就是刺骨，这个荼毒乱舞全清是，其实是看上去比较美的哈。嗯，我感觉荼毒乱舞。好，他直接乱舞吗？也不行啊，直接乱舞清不干净。这个地方其实给蒙太奇一个机会，对对对，可以先把766解了。他用火元素，他可能会刺骨掉那个23。嗯。这一定要叫刺骨23是最大的刺骨，然后连解一个，但是火元素加一个火蛇就还是能解掉766加33都解了。对，766啊，他荼毒药的话就766加33都解了。如果是刺骨掉，然后连解掉一个一的话，就是只解766，只解766，那这样的话就更不好了。对，这样更悲剧，而且对手场上占了一个火元素。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比较大的失误。是是，应该毒药乱舞。毒药乱舞的话，你占两个让座的壮汉，而且是满血，也满血两个壮汉，就完全不虚，你就你上什么我再解什么再上766，这太急了。对。然后两个一你给萨满，就很应该很好理解，一个火元素接个火蛇，应该是很。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可以打。可以打，但不好，因为血都没抢掉。本来的话，你毒药乱舞直接两个。33已经踢到脸上了，对，踢脸上，对，而且场攻又会非常高。你看现在这样子，人家是火元素战场，而且我觉得可能龙氏就是他故意不这么打，因为应该不是看不出来，因为他是新抓的毒药，他应该是会先反应过来新抓上的牌，他应该是可能故意这么打，但是他没算清楚。对，这个血法抽的还不错。对，然后这样的话全解，嗯，然后站上一个阴灵喷射者，就。萨满现在就其实还是比较难打，但是还是有机会。就比如说先大地震击掉那个一，因为至少萨满现在血量还很安全，然后手牌也不亏，就怎么把那个场处理完？大地震击加狼魂加那个图腾加老司机，老司机也看图腾的话，好像图腾也不错。他武器没用是吧？图腾可能怕乱，都怕乱。对对，都怕乱，都怕乱。哎，当然了，人家手里有两张牌，没用过乱舞，对啊，还是要防一手，而且三攻必守，对啊，还是要防一手。那就狼魂加那个，那没办法，你总要上。对，他还是要强行过牌，然后图腾狼魂，然后一个狼魂是肯定要交你，因为你不交的话，人家就免费吃了你，这不像话就。但是这个七攻了，是这没办法，疯魔贼打这个，魔其实你看。萨满是魔法职业当中算超级多的了，对，法术特别多，而且低费，低费就六张，对，容易就把那个打得很高啊，这边就非常痛苦了。对，这个贼应该不会带王牌，所以说砰砰接个滑吧，对，这最理想的，但是有两个过载也接不出来，也接不出来，那怎么办？还真是砰砰接滑，但是不行，那就刮了老司机吧，对，老司机好一点，刮了老司机先来一口，先来一辆救护车。对，还是有点机会，因为盗贼牌不是很多，然后萨满这边的牌又特别大，闷棍没什么用。嗯，这敢闷吗？闷完满血了是吧？对，然后看最好他抽生物。哎，好，不错。哎呀，但是这俩都要连击，对，连击打不出啊。那干脆裸上一个二算了。对，两对打对，因为打萨满的话，两攻还是真的很重要。我能切图腾，我觉得这边萨满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机会。是。砰砰博博，看看砰砰立多大功劳了。对，嗯，啊，他忍一手，哎，
上了，上了，对，上了，因为多一个二就多一个二了。对，我们就是从职业选手的角度来说，这个场面闪电风暴不错，但可以忍，忍一手，忍一手。对，现在开闪电。这手场攻是六点，对吧？嗯，六、嗯、点的话，我可以假设你没有刺骨、嗯，交过一张了，对吧？交过一张，交过一张。所以记牌也是一门技术。他肯定上喷喷了。对。这门太奇这几个萨满这几手打的还是非常好的。对，哦，这个凶，太高了，这个凶了，这个是六点，这个四费可以当火车王。对，闷砰砰，然后闷砰砰，然后直接上这个油，就看他们油加在谁身上，加谁都有打脸。对，但是对，但是加在青蛙身上最惨。对对，但一样，反正就是直接压到斩杀线里，就几乎快死了。对，这个四股其实不着急，嗯，因为那个下回肯定能够触发，对吧？嗯，这回这个地方一定要上奥拉西才有机会。对，一定要有墙，没墙要死，就大大地震机掉。对，奥拉西。撞青蛙不能引爆炸弹，他所以他在想到底解哪个。如果你现在大地震机掉，你的这个一有一个就不能炸了。对，对吧？现在一定要墙，就是、哦、就简单说就一定要啊砸，他想砸四，哎、但是。是一个最次的结果。那正击奥拉，对，正击奥拉西、啊、还是能玩的，嗯，还是能玩。然后结场结场，再抽闷棍的话就不行了，再抽闷棍就死。对，这要解要解，而且你还能回血呢，对不对？不解你奥拉西，万一人家有过墙，对，要解吧？猫头鹰用过了一张好像，大刀，好，那就砍吧，砍了上大刀，对。好了，上大刀，现在就是大家拼命了。这边最重要就是还是声控图腾了。对，就只能是嘲讽图腾能救他。对，嘲讽图腾或者狼魂之类的墙都可以。我们看到龙氏还是非常稳，对，因为他觉得下轮费用够，然后万一被你哈里森了就亏了。对，先招图腾。哦，有机会，有机会，非常有机会。这个地方要交刺骨吧？不交刺骨的话，下轮可能就死了。就冷血没用。我。不行，还是砍掉吧。交刺骨的话不 行，对，交刺骨伤害不够打七了。对，现在双方都在赌命了，就是肯定是上大招，上大刀，大刀砍掉，干脆就刺骨打脸了，也可以吧。因为下一张，因为如果你冷血不能做连击，下一张又是冷血，就打不出连击了。冷血可以给对面涂。哦，对，可以给对面，对对，那还可以，对对对。这刮对刮自己了，对面有生，对，对面有生物。这刮一个自己好了，刮哎，可以先摇一个再刮吧，哎，伤害十，没炸弹没触发，对，炸弹触发应该死了，好，那刮自己。现在要看神抽了，大家要刮一个自己。这个刮哪个好？我想想，刮那个治疗图腾吧，随便了。对，刮治疗图腾好一点，别的都有攻击力。对，刮治疗图腾，反正刮哪个都一样，下回你打不死我，我总赢了。好，关键时候，不要哎。不行，六血啊，走了。这一盘真的好精彩啊！这盘的话，我觉得其实本来贼的希望很大的情况下，盗贼自己出了点问题吧，我觉得就是还是那个毒药乱舞那个地方。对，毒药乱舞的问题。对，如果毒药乱舞的话，可能赢得没这么艰难。毒药乱舞其实他刚才毒药乱舞全清是非常好的，然后他就是没有选择这个，然后浪费了很多伤害，是浪费了非常多的伤害。是。好，那么这应该是没解了。第一局我们还是要恭喜蒙太奇，萌萌的蒙太奇打得不错。嗯，蒙太奇这个萨满打得还不错，每个选择都没什么特别对大大的问题，在一个劣势对抗中能冷静的处理很多的牌的问题。好，他嘴角中我们看得到是一丝上扬，对吧？对，还是内心中按耐不住高兴，魔风贼的表现。对，在对抗其他职业时会怎么样？对，可能相对对战士是最差的。嗯，对，战士现在盗贼就随从类型的盗贼都是好，好吗？哎，法师是一机械法，机械法。机械法的话，昨天我们也是见识过大师的那个帮帮帮四下打四下就是指定的烈焰轰击。对，大师这比烈焰轰击还厉害，还能指定打四的技能就是什么刺骨，还有什么烈焰轰击？就刺骨吧。还有哦，这个还有锤子呢。对，但是会被那个。萨满现在挺尴尬的，对，会不会一直动脸？又不用那个两费解，那就特别亏。但不解的话嘛，又很难受。还是先扑一发，对吧？嗯，想办法再说吧。然后这边应该是好像没什么东西。核心卡牌已就位，安东尼达斯，解个小蜘蛛。对，火冲点掉一个。
哇，好难受，萨满这边。萨满的话，三费能不能抽到什么有用的牌？哎呀，这个好，这个肉用僵尸抽的非常好。好，也这也这几张牌，其实在刚才都没见到吧？对对，所以说，王太奇这牌锁的还是比较科学，这个他们的团队确实很强。啊、嗯，这套牌是，那个欧服。打到欧服传说第一的那套萨满，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前两天，然后这套萨满把那个鱼人换成了喷喷博士，就是那个我们水领主的那个啊、就是奈普图龙，对奈普图龙变成喷喷博士，好看一下他非常好了，刚才可以看到这一手，主要是怕对手用僵尸白吃掉他，嗯，而且萨满一般也没啥武器嘛，大家现在觉得对，但是这个四费空过还是非常伤，抽了个蓝龙就又把节奏让回去了，这个其实他可以一一换掉以后下轮掏武器去打，因为机械法哈里森很少会带，几乎是不可能带的，但是武器就是劫场打法是又不是很好，因为不也不敢是吧，不敢卖，对，很容易卖死，就自杀锤，对，就看他上的随从质量了，如果说上的是低血随从，比如说吵吵这种东西，我们就掏锤子，这边是在想要不要这个阵，但这个阵也会吃一点过载，吃一点过载有个很大的弊病，就是下轮又没得上，蓝龙可能又没得上，这不过他可能会接一个花吧，自信这无所谓，这不用自信，不是，我是说自信下轮抓四费能上的 对吧，阿古斯是最好，对，五这边可以铺，怎么铺看看，不是很多，好像是那个两，对，这个、就两个吧，2+3，就一个都铺不出，就解了，也是惨。那这样子的话就萨满难受了，对，如果摸不到合适上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刚才用那个电的一个，对，你敢被空过了呀，你交剐的话呢，你安东尼达斯怎么办，对对，你不交剐的话你这个二三下轮，哇，这不过还好，还好有个法伤，有个法伤，对，还好有个法伤，至少死你三个是没问题，这边肯定要法伤加，就是寡加闪电风暴，闪电风暴两发，我觉得可能拼一下是吧？不用拼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就不知道出来个什么东西。对，就是赌一下吧。对，出个末日预言是吧？对，当然闪电风暴的话，因为那个雪人是肯定电不死的，对吧？雪人是铁定电不死，所以我们寡加闪电风暴吧。好，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把。等于这种机械类的套牌很怕被一波清场，清完了就很难回来。是，看看就出来什么了。哦，又封魔，也是传承了刚才那套贼的、精神吧？精神，对。这个不能打私下的。对，这个裸上其实也可以接受，四费五杠四本身是一个合理的身材吧？对，因为你想四费雪人4-5嘛，对吧？这边火元素上不去，又卡了一下。但是这一轮如果闹不好要吃7点伤害，这肯定吃了，对啊，已经闹好了也7点，那狼魂不好吧，狼魂就变成3/3，正好就吃你一下，对，这是他没考虑到，应该你看他手指上去了，是不是，对，就吃一下很伤的，其实传送门来了还不错，那我们可以估计先要传送门开看一下，寒冰剑可以给一个，寒冰剑肯定会给，对，这是什么，哇，4-7不错，身材好就可以上，关键这张牌已经超标了呀，身材、你想鬼灵骑士是4-6，利爪德鲁伊4-6， 对吧，这张牌已经非常棒了，这边还是比较稳，对，那这样吃就吃火元素了，不过火元素也我都上了4-7大哥了，是吧，爱踹吧可以接受，好，怎么办呢，这一手可能比如说火元素踹掉以后下轮再说吧，对，下轮对手肯定是寒冰剑，这不用想，可能会火球也未必寒冰剑，他寒冰剑可能觉得搭配一下是吧，对，要搭配一下，那就寒冰剑吧两张了，稳定能搭配安东尼达斯就对，火球解了这个，这萨满又非常痛苦，可能要下轮没过载可以上，不过奥拉基尔也不好啊，奥拉基也没啥用啊，对啊，只能解决一个小弟，这4-7是真的是传送门非常好，然后关键后面还有安东尼达斯，至少一火球，对，至少一火球，而且血线非常压力非常大，5-7你没剐的情况下只能大地震机解，大地震机解完了还有武功，对，不是，这边大地震机解一个的问题就等会解不了安东尼达斯，
我的意思是，大家人家留着解的东西啊，当然他已经用了，他已经用了，我应该会解，他已经用了，要不然白换自己蓝龙，白换蓝龙也受不了，对，也受不了，总归是哇、哦，这边可能要洛塞布抢了，可以啊，绝对洛塞布寒冰剑解掉蓝龙，解掉蓝龙，然后踢脸，踢脸了，下一轮寒冰剑再打脸，对，这家安东尼达斯非常的舒服，对，好，啊、哦、他哦，他省了，他是用那个四七解，对，他觉得要全部打脸。啊，不过四七姐的话，也行啊。我总觉得交换寒冰剑好一点。是，那这就上的奥拉基尔，只能奥拉基尔，没什么可选的，没什么选择了，就打脸呗。解四三，然后撞下脸呗，能不能撞五五吧？你不能造次是吧？对啊，不敢造次这个局面。好，现在就是拿安东尼达斯没办法了。嗯，他犯了个错误，还好吧？是什么错误？安东尼达斯，这怎么办了？寒冰剑打动脸吧，动脸了。对，啊，一个火球，神抽寡还能玩，神抽寡，火蛇换不掉，换不掉。哎，闪电风暴可以换，对，闪电风暴加双火双图腾撞掉，双图腾撞掉，对，可以接受。但是自己十七血，我们算一下，十七血还好，对，还好。可以接受，哎，不能阿古斯，这错了吧？阿古斯送一个图腾，对，送一个图腾，再接火球，费狗，啊，对，还是要冷静一点，冷静点。刚才我打的时候，我就自己就觉得有时候打完了，就说，哎，这个可能更好一点点，对，但是不是说解的特别差，只是说有更好的选择而已。他觉得两个上了，然后再上个狼魂好一点，对。现在法师其实挺难受的了。嗯，我觉得这把萨满又有机会了，这没用的，两个都没有机械，对，都没有机械。现在我觉得法师的想法很简单了，出一个三三，出一个五四，火每轮火冲点一下脸吧，啊，慢慢耗是吧？不是，就等拖过两轮的话，抽到他还有一个火球嘛，刚才用了一个，对，就是要慢慢耗他啊，他这么解，其实可以耗脸，然后。可是他中了阿古斯的计策，这个其实如果他自己对卡组的机械零件有足够多的计算的话，有可能会留一手。我觉得现在双换，行吧，反正就也是一种选择吧。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赌了，就神抽那个火球，如果能抽到就赢，抽不到就赌，因为火球我就还没见十五点，我点你两轮你就十五血。昨天我就是赌能神抽，结果没有赌就是八张牌，然后被气功给打伤了，内伤啊，那可是。你看，果然是他计算了自己的零件，就是机械的数量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留一手。对，反正要是我觉得这么上去太亏了，两张都这么上的吧？对对。留一手也行，对，留一手可以接受，因为毕竟你打四还能用火冲再补一刀，嗯，对吧？这看来萨满要赢了，对。啊，这一局就如果拿下的话，对手只剩战士了哈。对，嗯，所以还是非常关键的。德鲁伊打战士也不错，萨满打战士也不错，嗯。不敢卖脸，不敢卖脸，真的不敢卖脸。你看对面安东尼也没了嘛，就对还好了，就是你只要十七血很健康就行了。啊，应该是萨满优势巨大，是没用的。对，法师已经找不到赢点了，因为他把那发寒冰剑交掉了，我觉得。对，该赌的就跟，反正昨天我也赌输了，但是我觉得昨天我那手就比他这个情况要好很多，他这情况已经绝境了，就必须赌了。因为你想，你在上人场面上，萨满肯定是换得过或你的，但就是，哎，我觉得龙石这两把也都是可惜啊，可能是，嗯、怎么说？打比赛的时候是有一些紧张的，有些紧张，就是、些选择没有做的，就打最稳是。就是不敢就怕输嘛，对，就之前罗西基不也说过嘛，说他说那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也是巨大优势的时候你想怎么输，对，然后巨大胜势的时候巨大劣势你想怎么赢，对对，就我昨天就想怎么才能输呢，我想好了，哦，这样能输，然后我就怂了，嗯，然后就死抽不到也没办法，嗯，所以就是大家自己在选择的时候真的是博弈，嗯，我是阿格斯之盾，
啊，这个踹掉，慢慢打吧。石化在手，斩杀了下轮。不知道这个法师有没有烈焰风暴，说不定有烈焰风暴还能拖一下。对，应该没有，我觉得应该没有。嗯，这种法师很少会，他卡位很紧张嘛，啊，你也知道。这个来了就肯定赢了。对，这就稳了。那毒也没用，反正这盘就算完，基本上就是。然后法师很机智的，啊，没用了，对，就已经抓的牌就已经输了，对。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如果说这次法师的主要问题就是那个四气没有用寒冰剑去解蓝龙，而是用四气去解蓝龙。对，那个点是因为如果那个四气带是到现在萨满都解不了那个四气，正好被奥拉基撞死，否则那个四气可以提供成吨的伤害。而且我就说你在自己手两张寒冰剑的情况下，你又不能一轮打出去。对对 对, 对, 对，我是觉得可能他还是舍不得，太舍不得，他想抢脸。但是确实他不知道，就是那个寒冰剑就三攻，那个四七活着每轮就四，说白了还是小瞧了图腾的威力。对对，小瞧了图腾那个加火蛇的威力。那我们应该蒙太奇应该赢了吧，恭喜他，直接石化武器就打死了。好，好的，那也是蒙太奇拿到了自己第一大局的赛点。对，用萨满非常漂亮的击败了两个应该对萨满来说都非常难打的职业。对啊，他现在的心情是开森的开。不过现在龙是最后一个职业是对对才好玩，嗯，不能说我总玩一个那个版本就是相对最弱的职业，嗯，老输谁也不高兴，对吧？嗯，好的，看一下最后的这一局，哦，不是最后的一局，是最后一个龙式的职业。对，哎，我这个我说话不太好使，啊，我不是声控类型的，我是神抽类型的，啊，这不能得罪人了，啊，一会儿 L 战队下来暴打我一顿。哇，这个骑手你看怎么样？非常好啊，萨满这边，就萨满这边虽然骑手两个火元素，但是无所谓，就是火元素是两费三费能接得出东西，对，成卡品质啊，火元素。旋风斩 也不行啊，这个局面。就这样吧，萨满就这样磨着吧。下一手的话，你会硬币跳蓝龙吧？如果你打的话，不应该上那个过载吧？嗯，看情况，这边可能要四费提斧子，对，提斧子的话蓝龙就提斧子的话，哦，蓝龙就伤了，嗯，对，就是如果提斧子的话呢，可能上狼魂好一点，嗯，因为王宇触发就不能清掉很多，对，就可能要狼魂了，对，要看这边战士怎么应对，狼魂，然后下一轮是三费倒是没什么出的。这不狼魂的话其实会亏的，对，比较亏，因为那个蜘蛛的王宇也是先触发，嗯，对对，现在大家就是算王宇的时候就相对简单很多，比以前这打牌靠的是运气，就是王宇靠的是运气，就两个女王对撞也不知道怎么回合，对，回事，就我为那个女王的事情我专门测了就是十几盘，然后发现是随机没有结果，对，就无论是谁先上谁先撞谁，对，我们都试过，真的就十几二十回，结果发现太坑了那会儿。嗯，好，就砍了吧，没办法，砍了上个大师吧。嗯，这个东西还好对手过载了吧，好消息是对手过载了，嗯，蒙太奇好像是没有带四二四过牌。哎，火蛇不错，可以正机接火蛇直接解掉、但是也不是很舒服，其实下一轮可以上火元素了，嗯，我已经觉得很棒了，这个局就关键就看这火蛇对面战士有没有办法，好像没，好像目前看没什么，没什么，就一个监工也不是很好，对，赤焰战斧没来，抓赤焰战斧压力很高，嗯，他这个不舒服的是因为这个火蛇还是裸着的火蛇，没什么保护。这个你既然上了火蛇，就不要想了。他在想是两个撞了硬币摇图腾。哇，他想硬币摇图腾的，你看。可是，战士区是要，哎，这他就过了的话就不是很好了，我说还真是赤焰战斧。对，赤焰战斧这就不好了吧，还不如撞了。现在看，对，就是说，哎呀，这个。如果你上火蛇如果不输出，对，火蛇是很亏的，其实对啊，这就导致了现在就是别人还是三杠五，对，你的火蛇送了，对，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是个小失误吧，这个失误
也不小是吧？也挺严重的，挺严重。这个局送掉，这个局是白送一个火蛇，真的太伤了。刚才他救命都是靠火蛇呀、啊。对对对，所以，经验还是不是？因为你这样不撞的话，人家随便解了你就三五就白吃你火蛇了嘛。在比赛当中吸取的教训，一辈子都会记住。对，我相信对他来说是成长。对啊，对对，选手来说这种经历还是不可缺少的。就现在这个大师就换到比较多的东西。对，好看一下这边是怎么选择七费。凶的话可以直接喷喷博士，一定要喷喷了。这张牌萨满，就算你闪电风暴也得。一顿砸，对不 对？而且你把我其他的用分魔把我其他的选择都断绝了，对对。好，这个地方就吃一个图腾吧，斧子可以不砍。对，因为解蜘蛛真的不值，所以啊，你来撞我吧，反正下轮这几个机械弹还是很管用的。战士手里有旋风斩的是吗？有阿古斯是吧？阿古斯对。阿古斯也不咋一般，一般不咋地。关键这个砰砰解不掉，这砰砰没法解啊！现在是这七攻打在脸上。大地震机的话也加阿古斯能解，但是大地震机但是叫火元素踹也行，火元素吧。但是有点亏，因为对手两个弹随便撞你一下，再加斧子怎么也能补掉你的火元素，而且但是也没有办法吧，还只能这么打吧，否则你七攻七连就不是事情啊。哎，对，而且你这五五上回合是洛塞布，所以你保住。等会儿他还是选择了招图腾阿古斯。阿古斯这种打法呢，就是比较希望后面能摸闪电风暴，因为战士的话肯定会选择一些换占便宜的方法。可以，就是这属于退而求其次的打法，因为毕竟留个七杠七还是很伤的。这个其实被一刀旋风斩会比较伤，他震击掉一个炸弹。那这样的话看一下斩杀还不错，这边可能会砍一刀旋风斩接攻吧。对，接攻把那个五一不掉，解决掉，然后七攻去打脸炸弹看不过还有个那个二三应该能活吧，就是阿古斯就不是那个七攻未必打得过去，有一个一三的墙。对，所以就是二三好像看情况吧，我觉得先斩了，然后旋风斩，然后炸弹看炸了谁，就炸弹碰一下。炸弹如果把那个阿古斯撞掉最开，或者墙撞掉都可以。他觉得稳一点。炸弹先砍了对哦，他是这样选择可能好，因为炸弹过不去旋风斩的时候可能对他炸弹那个一点场攻他也不想浪费。这他想省个那你先打一下脸。对对啊，打一下脸，自信炸弹。哎呀，那就监攻吧，其实也没啥啊，就留个22嘛，对吧？留配合一个火元素凑合解，这你要交斩杀就丧心病狂了。 对吧，这二二其实留的还是挺难受的。他挂了斧子。对面刚才出过哈里森吗？没有，他这盘没哈里森。那还行。那火元素接一个那个吧。其实我觉得战士这一波好像挺亏的，就折腾了半天，不是很好。对，这个肯定还是踹掉。好消息是盾牌不够。坏消息呢？没有。就抄起斧子直接砍吧。对，就撞了呗。战士手牌非常差，你知道吗？对，战士没怪上。对，这等于给对手太大的机会了。对，就让萨满缓过来了。要不要交斩杀吧？斩杀就是保到二二没啥意思，你知道吧？所以二二加斧子能看。那你真的没得上，就是你每场打萨满也是不行了。咱们也有经验，对吧？就是每场打萨满，你这图腾铺起来，我用斧子砍太亏了。对，然后他就用这个，但这个被火元素又喷了。火元素又拍下去，多少肉是大肉呢？小肉也吃一口吧。对，可以接受。这个局势还火元素吧，双方都还可以。萨满先不，战士这边要过牌啊，手牌有点不好。终于这个好，这个盾甲是女阶盾嘛，一个五五战场。对，你说你刮不刮？对，你不刮，好的，我至少吃你蓝龙这样的白痴。对，
你要是刮了我，接下来我还有两种大哥等着你，可能还有三种，很多，对，很多大哥等着你，反正就，我觉得加盾可能没有，但是红龙和罗斯可能会有，还有红龙、罗斯、老爹这三张是，对，这三张基本上必有，必有的，逃不掉的，就是看其他的、嗯、还 有, 没有。哇，这个厉害，自信法伤，这应该我就电吧，哎，这个治疗图腾是上轮的吧？对，可以动吧？啊，可以动，啊，那应该是。就要打四，多悲剧啊！这打四就悲剧了吧，真的就这样，就应该先哦，七还可以，可以，没事。这要打四真的崩了，罗斯来了啊！还好这个地方没刮，如果是刮的话就不太行了。对，对对，大哥一号，这个地方上吧，上吧，你总要上的，那刮逃不掉的，我就。但是他可能想就是砸掉一个怪的话会更舒服，嗯，所以他就先砍掉一个，对，加个盾，然后上罗斯吧，啊、嗯，上个罗斯吧。砸四四是比较开心的，对，砸四四是比较开心的，砸图腾也能接受，砸脸好，还不错，还不错，那就刮吧，刮是肯定要交了，这个罗斯是必刮的，基本上，对，刮，然后不管他上个司机还是阿古斯呢？图腾双架是吧？图腾双架吧，啊、也行，看能不能骗出什么乱斗，用比较小的代价骗出来。对，这个应该不会交乱斗，不会，场攻四点，你愿意踢我？这普通抽的不错啊，这要逼个实话可以，但是一般不会着急砍，怎么也抽一张再说。对，先砍，慢慢解吧。但其实战士也很亏，就战士很容易就战士打萨满的难点就是老是浪费输出在这些图腾身上。嗯，好，这个地方火车不要上。因为没有实际效果的时候，火蛇尽量还是捏着，尤其你是最后一个火蛇，就过了吧。这没什么好上的，上老四级。哎呀，这要是第二个火蛇，这是对这个上的真的好像送了。对，这个确实不太，也没到送吧，也要教人家一个斩杀。哦，这个上。就全上，噔噔两个上，当一个先看抽什么呗，两个上去以后看看抽什么再说呗。对，抽个大哥可能好一点，或者抽个随从就好，没什么特殊的要求，抽个随从就行。其实能抽过牌也不错吧，反正就看了，盾挡这种也行，反正就对。但是总的来说呢，蒙太奇的这个血量非常健康，嗯，我觉得还是萨满好打一点。战士其实无所谓，你血量健康不健康，我总是等红龙是吧？我总是红龙才对你大满动手。哎，监工只用了一个对吧？监工只用了一个，还那就 OK， 有一套就行。斧子也是第一个吧？四公斧子，用过一个了，用过一个了，用过 了，那就只能靠监工一套了。哇，这个是这你等，关键对方双石化，对面有愤怒锤的，对，但是对方是双石化，也许会到斩杀才有，对吧？就看。看，不过蒙太奇是一个年轻的萨满还是一个年迈的萨满了？不知道了，就这个地方要交闪电风暴了，因为闪电风暴打战士一般没啥用。对，就这俩已经是能打到了，对，就是 A O E 到的两个怪最好的了。啊，抽一张，然后上个老司机，上吗？上吧，对方也乱斗这种东西可以给你，可以，对吧？可以。总共场攻还是那句话，场攻五点。第二个监工，但这边缺个红龙，这边更要断挡过牌了。对，看过一个盾甲侍女最好。哎，哦，大师也不错，这个很难受。是，蒙太奇要交一个石化了。要交一个，嗯，一定要交一个了。肚子很难受，肚子很难受，萨满这里很难受，闪电风暴很难受，没有用。像其实你像打战士，像闪电风暴、锋线这种牌，基本上最多踹俩，对，一般就踹一个，人家就没那么多怪给你踹。就刚才我看对面有个岩浦监工，我直接锋线就踩出去了。因为关键是很多时候，就要么他那怪太大了，你要电你也电不死，也电不死。你手里俩锋线真的留着没用，对，两个闪电风暴也一样。好，还好这个治疗图腾可以奶回来，还不错。又来了。这个我估计他要强行过牌了。强行过牌的话，谁来激怒呢？不用激怒了，就是慢慢耗，是吧？慢慢耗。你要萨满没手牌了，就是你只有一个刮了，对吧？我反正还有那么多大哥，什么盾甲士，万一他有个加盾男爵，是吧？对，这肯定要强行过牌。哦，红龙来了，核心输出。对，这个现在是一哥。对，那个格鲁姆地狱咆哮是二弟。哦，这个很好。这个好，但是有没有会怕乱斗呢？这个时候还真不敢乱上，这一个乱斗下去就要了命了。因为如果乱斗剩七七，
这个概率太低了。对啊，对，然后好，他先交闪电风暴，对，就七七不上，没办法，就电吧，啊，这等于变相给对手抓乱斗，是吧？对，也可以这么说吧。嗯，但是你不然他们也总会抓。对，我估计战士要喷红龙了。主要是什么呀？也没啥出头。对，战士这么久了没出乱斗，他已经不敢上了。对，我带来了。好，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红龙解不掉？石化武器都解不掉哈。就接大地震击，全家老小可以解啊。对，这样的话太亏了，你这么解的话真的很差，就没有这个大地震击的话好像红龙就解不掉。对，但是红有个墙，还好有个墙，但对面有猫头鹰的。对，猫头鹰家大哥是十二连输出还死不了，没事，但就是不能被这龙踢到一脚脸，这萨满就不行了。而且老司机已经用了，在战士有三十血现在。哦，喷喷了，墙上喷喷，就是爱豆豆吧，爱豆豆吧，我就靠一座墙来挡你了，其他就不管了。然后每回合强势招，哎呀，哎呦，这个喷喷被轻易解了，轻易解了，喷喷解了。然后这边可能会凶悍的猫头鹰八公先踢到你脸上再说。而且你这个图腾如果松不掉，对，当然了，它有石化可以松掉。对，你这图腾如果松不掉，你再也招不出来了。对。不管了，我就八公肯定要踢你脸上，跟你不客气了。就武器的话，如果还有血吼也是很凶的。嗯，两个闪电风暴交了，我赶上盾甲侍女，对，非常舒服的一个局面。对，哦，萨满要顶不住了，看看这个，哎呀，没有，这 GG 了要，这 GG 顶不住了要，只能靠炸弹，就看炸弹炸的准不准了。先撞一下猫头鹰呗，嗯，因为别让猫头鹰吸收一轮伤害， 对吧？先撞个猫头鹰。猫头鹰最好两颗炸弹把红龙炸死，那是最完美的了。但是有点难，炸一啊没用。对，那这个算一下，这个必须得撞红龙。对，因为那边三三加十二武器可以解掉。嗯，这必须撞红龙对吧？也未必吧。他撞五次看炸弹炸，哎呦炸脸，我等于没炸。这红龙解不了了。不，你应该石化武器把那个送掉，自信一下。对啊，应该石化武器给，这好像这怎么办？哦，这样打就不对，这不对、啊，这打法上不对。对，没关系，这个，这可能是经验不足。对，但是可以了，可以了，已经打赢两个了，打赢两个了，好。那么龙氏总算顶住了压力，用战士击败了萨满，可以说战士现在你看龙氏排干裤都没上佛钉。嗯，我也是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佛钉。嗯，到最后知道快输了。哎，这个可以激活，可能要激活上影子了。影子很好。对，哦，这起手非常好啊。对，德鲁伊，我但是他一费啊，他刚才过了，他过了。可能上影子是比较好的，因为影子成长起来特别厉害。对，而且你打战士你就趴着，他怎么解吗？对，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要激活上影子。对，你现在很尴尬，下一轮是四费，对，你上影子亏一费。对，对吧？而且关键影子小了，你知道吗？就激活上影子就影子多打二嘛。对，然后，而且他就是成长刚捏在手里了，对，你激活上影子下一轮还是能成长。对啊，两费有成长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激活？这不重要，现在我们2-1领先，这不重要。好吧，这一套到手了，凶不凶？凶、挺凶的。好，严酷监工了，严酷监工这正常过牌嘛。这个地方你看，本来你这个地方可以愤怒直接把它解掉的，因为他让他过一个变成一个三三，你还是要愤怒。对，就这个影子你还不敢出来。对，嗯，这个，这就没随从很伤，就是，对，就不好，就，当然了，他如果激活上影子的话，手里也没随从上，只不过呢，就是费用上会好看一点，不是影子变大了，你知道吗？对，影子变大了，一样的情况下加二加二，现在已经五了，对，已经五五了，就，哎，所以就是开局的时候多想一下，不是，而且这样把节奏乱了，就让这个苦痛多过了一个牌，对。两张牌还是对战士来说很重要的。对啊，就战士就指着他过呢。对啊，就多过了一张牌。你看，你结果是一样是愤怒解。好，现在这个战士斩杀线你很难压了，因为就是现在德鲁伊的成长就没什么威力，因为他成长没有。没事，下一轮抽知识古树啊。好吧，可以吧？军事变连摇也很伤。军事，四飞了，手里是有个盾牌格挡吧，战士。三费那个是的，是的，就是说战士现在血很高，嗯，你德鲁伊是没有红龙的，而且自然之力那个双咆哮啪一个影子，
战是这个叫骑士，你是一套三血打的死，战士打到后来是你是不一定打的 死，不一定打的死。而且刚才我们看到这是双、双御林喷射者的这个战士，对，他防守能力也很强。老陆，好吧，就只能上老陆了吧。这老陆也很亏呀，就砸护甲吧。对呀、卖脸砸护甲。怎么着？这19血了，满脸20血是吧？满脸20血，但是也得砸护甲，因为护甲更重要，在这个局面下。啊，他是砸这个，一样吧？算了吧，算了，反正这个四血的怪，你也不一定交那个盾牌猛击，对吧？无所谓，反正就是不舒服，怎么看都是。然后这个继续趴趴。就现在德鲁伊最希望摸到是古树啊，对，没有这德鲁伊有时候骑手激活成长其实并不是好事，你摸不着知识古树就醉了。这边奢侈的换了把刀，说：“哎，刚才你送我一张牌，那我就现在就这样了。啊”大家成为朋友。对，现在你看这个影子痛苦吗？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被斩杀？鬼灵厉害，鬼灵厉害，真的厉害，鬼灵是真的厉害。但是其实暂时也还好，下了六飞是吧？会掉很多血。哎，那是个女王吗？要是个女王就真的厉害了。不是女王，是个盾女，好像是个盾女，是吧？前面那个三个六六、哦，那是个女王啊！有个女王可以把女王扔下去了，因为你老陆刚交，听说对呀、啊。这女王太厉害了啊！这是 OB 模式帮我们看的，对对。所以现在如果你能成为两个就是好友的对这个对朋友对、好友的话，你是可以观看两手牌的，非常好玩。嗯，现在很痛苦啊，非常痛苦，因为你这个影子带不出来。好啊、就是，但还是很痛苦。哎，等一下，知识树，就关键你现在不敢上，不能上。对呀、啊，你一上去的话，对面各种拿你大哥。就你，他女王是46，一刀脸把女王哎，伤害86/14，28死了呀。死了，对对 对、啊，有三智力激活一炮死了，这激活一套死了。哎，死了，二八哇！我们都没注意啊，这是这太帅了，对，太帅了，死了，14 ，nice， 德鲁伊还是比较克战士，是好的。那么恭喜蒙太奇为自己的战队先手下拿下一分，分好，正好28点，这正好28，不得不小，但战士这防不了，防不了，真的防不了，没有办法，影子没有办法。